我们这个村里面来说，按理来说资源禀赋非常好，因为它这个周边这个山上实际上都是草场，总共草场面积有13800亩。但是以前没有搞这个合作社的时候，这草场就相当于就是大家抱着金饭碗要饭吃。后来搞了这个珠峰港巴羊养殖合作社，400只羊通过这么不到2年的时间增加到4000只羊，然后去年盈利超过73万元，今年这个盈利的话还会更多。只要今年大落地，如果大这种的落地了，用不干得动了，干得动了。再看南面的兄弟做饭了，看你咋干哪什么都了。我早的走呢，忙早的菜上回来了，起来我把煮了粥嘛挂起了，到最后都是那样子连起来了，我把休息了。当然了，菜上班了，是出过冷了，绝对会生锈，好了。